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李雅小姐，对于模特吴亮说你在恋爱中劈腿男负伤的指控，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李雅小姐，对于您这次出演的角色是个渣女，有人说你是本色出演，不应该得奖，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坊间传闻您和经纪公司存在纠纷，即将解约，请问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李雅小姐，李雅小姐，李雅小姐，李雅小姐。不是我的错，真的不是我。李涯，冷静点，我相信你。吴江那边的事我也了解了，就是他劈腿还倒打一耙。程江，我好难受，为什么总是我遇见这样的事？你看男人的眼光可比你挑戏的眼光差太多。程江，我要坚持不下去了。下午2:30你还要去新戏的发布会，到时候无关的问题我会让导演他们帮你挡掉，但是你作为女主角必须出席，明白吗？你去哪儿？我去透透气。拥抱沦为一种拖累，从容的道一句再会，就当我再去宠爱你最后一回。李涯，萌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喜欢找个地方躲着，我把躲人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是吗？我是你的朋友，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不要拿别人的痛苦来惩罚自己，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多年之后的感叹，多愁善感，学会好聚好散。关于模特吴亮与演员李涯的恋情破裂，我们仍在了解。那么对于女演员李涯凭角色张妮娜获得金鸟奖最佳女演员提名的事呢，大部分网友认为这是资本操纵的结果。我们有幸见到了李涯的经纪人，但是对于公司和李涯的纠纷状况，经纪人程江表示无可奉告。从容的道一句再会，就当我再去宠爱你最后一回。李涯，程江，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当然是我告诉他的。你一会儿有个发布会吧，不好好调整一下就这副样子就出去可不行啊。李涯，你听我说，你是个好演员，我和公司也永远都会站在你这一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会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怎么了？走吧，去做发布会的准备。李涯小姐，李涯小姐，同一个动作都是彼此转身两边，有人贪婪，有人为了成全。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我伪装得已了断，无关看淡，还无意之间对你的事偷偷打探。多年之后的感叹，多愁善感，学会好聚好散。最后把故事交给某人保管，也算是一种圆满。